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门，继续玩 Castle Crusher 的。上次我们玩到哪里了？想一下，彗星人，然后沙漠，然后打白丘，拿地图，开了地图，然后就到这边。来这边，讲开，变大字，消费他，也不能的，啊，算了啦。嗯，这边的路刚才不是锁着的吗？现在开了，沼泽。部落人的欺负村民，收拾吧你们。也跑出来看我了，捡东西就不用了，换回那只老虎。打过什么玉米？大玉米吗？烧死你！烧他一大堆火锅掉出来！啊，什么关系？哎，不见了！喂，我才讲你不接吧，你又出现！我们的远距离烧的啊，法师！然后吃火锅，补血的！喂，烧你啊！攻击我！哦，被他扒到！那个东西。是你撞不到我，冰冰冰冰冰冰，快点去补坑，一个补坑补一了，啊，旋转是不是？喂，操你个脸，个脸，弄补坑来吃，嗨，快点跑，快点跑。他的身上的那个玉米好像要被我们烧光，你看剩几颗放在那里。喂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加油，剩最后一颗玉米罢了。哎，赢了吗？哦，快点，快点。吃爆米花，快点！一大堆。OK， 我关了。拿了一个号角。现在加速度，然后 bon。啊，终于开门了。嗨，鱼！用火烧你们！呀呀！快点跑！我喷毒了！为什么他们狙击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奇怪东西？被喷到！喂，还会连招！那变成什么奇怪东西？他们这也是蛮怕火的。烧你！
障。一只鸡嘛，然后有什么用呢？风景先拿老虎，那个鸡不可爱。来呀，烧你们！哦，原来是变成鱼排。过来，把你煮成鱼排。鱼排不能吃的，原来还白没吧？为什么石化的？那问题，石化的那个妖仙怎么回事？过来啊，烧你，煮鱼排吃。来吧，你这个那个绿野仙踪的人，植物的，你看，木盾的李忍者吗？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先把他们打败再看什么兵器。对，那只兵器不见了，更新了，走。丢不到他还打死，跳机后面给我烧一样的，我出手，喂，这边分招，我还有切力给我们吃，东西吧。以为是武器，再起飞的刀，看一下，魔法减一，防御加四，敏捷加二，不要。还穿高跟鞋的，他是那个高跟鞋在一边吧？来吧，烧你！很多秒钟，我求助！好，叫蛇，哎，停！用蛇反弹他还是可以啊，反弹呐，反弹！反弹！快点出来！小不中！哦，打呀，这个石化光线嘛！哦，被蛇咬！快点出来！哎！好气后面！升级，小不中！我敏捷够高，跑得好近。跳，没事，跳，有够多蛇呢，赢了，耶、yeah! ！自己石化现在，武器，咦，这个不是 NPC 武器吗？魔法加上，防御加上，这个防御减力量，不要了，我拿回这个。然后加敏捷，好，这次就玩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